指挥人员指引车辆，避免交通造成拍夹。罗国雄一透早就出现满满的上山车辆，因为今仔是罗国雄农会今年一度的春夏地灯秀会，会当看到灯秀会现场是人山人海，超过上千位爱地的民众是要趁着这个机会好好采购一下。将家己心爱的乌龙茶买回去厝里好好享受。我拢专工，逐年拢来，一年两遍啊，拢来遮买啊，我拢来买三遍的啊。呀，啊伊农会拢品质哦，品质拢保证啊，所以大家拢较会爱来遮买啊。啊，我是从外来的，系啊。咱六国的茶，就全省来讲是口味啦，啊，较适合讲咱台湾的乡土的迄个口味。茶农这边详细介绍当天茶的特色。顾客就这边享受茶的滋味，有的民众一买就是几啊斤，常常滚的买开，是乎有的茶农干那一透早，茶叶就滴要全部卖了了。今仔日的茶交易吼，总盘来讲吼，交易还算是很好啦。如果像像我一样来讲吼，我那剩十斤茶摊卖尔啦，有13箱了哈，啊目前只剩下3箱了哈。已经卖掉了10箱，到目前为止就卖了将近100斤，100斤的茶叶啊。当地乌龙茶独特的欧文，以及卖人的茶泡，在台湾是相当出名。每处的灯秀会，拢是吸满买茶的民众。南投县长李朝谦表示，那当台湾受欢迎，当地乌龙茶的名声，现在在大陆也是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出名。我们这次不只是要进军这个大陆。其实我们的积极推向日本、韩国还有东南亚地区啊，我们也时常到各个地区去这样的推广，嘛希望咱的茶叶呢会当行销全世界。罗岗农会一年两季春冬比赛茶的展售会，拢是去满满的买茶人潮，真侪民众为着要买一泡喜欢的当地乌龙茶，出手是一点仔拢袂手软。那消费者买了欢喜，茶农更加是算钱算到嘴笑目笑。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